赫尔科夫国立大学是最古老的、最著名的乌克兰和东欧的大学之一。它成立于104年，它的奠基人是科学家和教育家瓦西里·卡拉金，在这儿学习过和工作过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，许多地名、太空物体、植物和矿物、规律和公式都以赫尔科夫国立大学杰出的毕业生命名。赫尔科夫国立大学位于赫尔科夫市中心，为了帮助开发学生智力和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，设有计算中心、文化中心、体育俱乐部等一系列先进设施。赫尔科夫国立大学拥有21个学院、124个院级系，在培养各类生命环境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领域的高层次专家。赫尔科夫国立大学由来自62个国家的20000本科生和研究生，学校在执教职工中有320多名博士和教授，1000多名科学副博士。赫尔科夫国立大学是乌克兰领先的科研中心之一，它有20个积极发现的著名的研究学院，大学还有30多名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和通讯院士。赫尔科夫国立大学的科学家在人类几乎所有领域进行研究，学校在国际排名乌克兰大学之间排第一名。赫尔科夫国立大学开展与世界各地的215所大学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科学合作，他成立的国际中心为学生和学者在科学方面开辟新天地，开阔他的眼界。曾有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。来到学校赫尔科夫国立大学，你们会发现这里有许多独特的现象，全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，独特的博物馆群，最古老的乌克兰植物园，具有200年历史的天文台，杜特的故事，杜特的活动，杜特的创意，杜特的人物。这学校非常好，而这所有一切就是赫尔科夫国立大学。